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的赛事直播，我是王睿。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关注第14届春兰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第二轮的赛事。今天我们也是很高兴邀请到了王浩洋老师来到演播室啊，和我们一起关注这个由我们中国内地企业这个举办的第一项世界大赛，对，春兰杯。那春兰杯呢，也是当年1998年创办的啊，你看现在。走到现在14届了啊，最近一直是2年1届这样一个频率。那么春兰杯呢，前13届当中呢，我们中国棋手是获得了5次的冠军，而且都是最近几届获得的啊。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今天在中国棋院进行的这个春兰杯的一个场地，现在依然是进行的一个线下对局，线上对局。那么昨天呢是第呃前天是第一轮，第一轮我们6位中国棋手是获胜了4位，啊，这位李清城，李姑子维豪，清，姑子豪嘛，这是李维清，戴了口罩你不认识了吗？这位是杨鼎新，杨鼎新对的是金智熙。那么今天呢，第二轮是所有的种子棋手都出场了，有8位种子棋手啊。那么今天在这个16强当中，我们中国棋手是占据多数的。丁浩九段。那么今天的这个中韩的对抗有6局之多。啊，李维清九段。李维清今天是和朴廷桓，好的，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第一局呢是龚子豪对卞相一，那么卞相一上一轮战胜的是日本的最新的棋圣新棋圣伊利寥九段那么卞相一呢也是目前在韩国排位第三位，应该是非常具有实力，而且卞相一的特点是超级用功。还有一个外号叫这个野狐劳模，就说他这个下网棋啊，就是感觉就是好不分昼夜，不舍昼夜，就是这个非常勤奋，所以呢，也是一位勤奋型的棋手吧，我觉得，好的，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棋局，好的。龚子豪，我们的龚子豪也是在位的天元啊，天元，执黑。做小目的开局对，因为我们前面说龚子豪九段，因为他是天元，在位天元，所以就是前段时间进行的天元赛呢，龚子豪好像也没有下啊，没有下，所以我看了一下，他最近好像春节之后呢，一直没有这个正式的比赛啊，确实。对。如何保证这对，状态也是一个问题。当然，现在棋手呢，就除了像一些正式比赛外，肯定是要在网上去这个练棋的啊，这是必须的。实战黑棋，龚子豪下出了一个感觉很久违的一个布局啊，他这个凑小目，手无有角的布对，局，有点复古啊，是不是也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像他的对手啊，非常用功，是吧？是不也是要有避可开能，一些这种 AI 的套路？确实也有这种可能性。而且春兰杯呢，我们的是因为是中国举办的比赛，采用的是这个大铁模，铁七模板，所以黑棋呢其实是稍微辛苦一些。对，应该是累一点。也是因为七木半大天木，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错小目的布局，好像被 AI 看来是比较亏的一个下法。就是他一上来下成这样，就已经掉了胜率了，黑棋。就所以说，可能他是认为黑棋可能先招效率，如果是这样进行的话，也许达不到。可能也是跟这个大天目有关系吧。对，当然了，这个开局这么寥寥几手棋，这个的胜率掉一点，可能也没关没有系，什么，对，不也没会什影么，响到胜负啊，对，更多的是一种心情，是吧？对，实战白棋是没有拆边，选择了手角啊。现在就是，自从 AI 出来了以后吧，就像这种拆边，感觉原来就是应该是必须要下的感觉，
一个是自己拆了，然后还限制了一下黑棋的发展，感觉这种棋就是教科书般的一个陛下的下法。但现在好像 AI 就是它可能给的我们就是更多的是手脚好像比拆边要大的感觉，就是它虽然它没有它不能说话，但是就是它的意思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对，啊，就是通过他的这种胜率推荐啊啊什么对的，啊，就是说他认为好像手脚相对来说比拆边要更大。就金角银边，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谚语，在他这对，个 AI 是得到了验证，是确吧？实好像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实战呢，黑棋自然它就加过来。其实就算他给的推荐可能是这样走，但是作为我，如果下棋，我估计白棋我还是会拆的。就是我觉得就这样下，可能棋局更简单一些。是，其实说究竟手脚好还是拆边好，也没可有一能个定论差那个胜率，如果他们给出胜率的话，可能也差别很细微，是很吧？细微，就不会超过一两个点这样一两个点，其实的。啊，这个 AI 的一两个点，我觉得真的就是微乎其微。他们基本上算过，就是你十个点、20个点，可能就是差半目。对，就是你反正棋你亏每步棋你都亏在10个点以内，那你肯定太厉害了，就是你就无敌了，就属于对，然后白棋尖冲这也都是 AI 经常给的下法，就看来就是边象一的话，它确实很用功，可能对 AI 的研究也比较深，对，就感觉它这些下法都是比较人工智能，先冲一下之后，托先守这个角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正第一感，如果守角的话，肯定还是守在这边感觉正常一些。然后他守在这边，这两个感觉角好像对，就对着，相对的。就是我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是为什么，我也看不透。如果是你的话，也是选择对，如果守是这我，我边。应该会选择守这边。就是这感，不过倒也都差不多，就是这个看不出来，黑棋挂过来，那相当于又还原了，就相当于是黑棋挂角，白对，棋小就飞。是现在挂角也是 AI 就给的一个对于小飞手脚之后的下法，就是原来这些漏好像还是少了，现在就基本上就是挂角这个地方。就像原来这些咱们24清分、25清分好像都比较少。现在基本上还是挂角，然后像以前的这种淡淡的拆个边，其实也以前也是经常下的，但是好像现在对于它的这种效率好像不是很能接受。对 AI 不是很推荐啊，对所以正常都是认为直接挂还是这个点是好点。角。对，接下来白棋是，加这个。不过像这种布局，我觉得这么空旷的时候啊，确实很难去找到一个你认为真的是最佳的一个选点对，太难了，就差好不像多，看起来都每个点，肯定是有一些偏稍大，有一些稍小，但是你要选出之最，可能就比较困难。那不可能，就是只是人类可能会有一个感觉吧，就是这个棋感觉谁还可以，或者是哪方好一点，但是就是你这个感觉也不见得一定对，还，很难那么精确。对，你要是想真的要想验证的话，只能去看人工智能的那个推荐，然后逼住白棋，淡淡的跳一个这个也是现在电脑给的一个下法。就之前如果从人类的角度来说，肯定应该觉得先尖顶一下，然后之后再跳起来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次序。对，这个先收根，对吧？再对攻击，对，好这像是一是，个对，这是符合我们这个理解的逻棋辑理，的，对，对。符合逻辑的，就是他这棋，但是他发明了这个跳他不是说只是单纯的我这棋，我觉得这个尖一下不便宜，他是有后续手段的，就像实战这个样子就是黑棋拖了连扳进来以后，他实战下的这步力就是原来是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的这步是棋，很少想到这部例。对，很少想到，就以前的话很少想到，觉得是人家拖了连扳进来了，你就自己忍一个。就感觉很亏，但是就是自从电脑给了这个推荐以后，就发现，哎，它这个跳完了之后单对，立它这个下法还是非常好。是有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对高手来说，就是有一些点没有提示之前，可能是类似一种盲点。对，但是当 AI 给了他这个提示之后，
高手就会马上领悟到这个点就是好点。对，他主要是他能通过这个手棋呢，他能分析出来他为什么这样下。这也就是说可能高手就是运用 AI 的这个效果啊，肯定比咱们如果爱好者或者小朋友要用要有效果的多。对，就像我们有时候看些 AI 给的变化图，我觉得也是云里雾里。对，就是你看不懂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其实看不懂的话。就是他这个棋意思呢，就是不让黑棋局部做活啊，就是我们原来理解的，就是我感觉在我们那个时候下棋啊，就拖了连扳，要不就打了冲下来，要不就打了粘，基本上就这两种好像。不管是粘还是冲，对，这个角基本上是被吃了。黑棋是可以选择吃角的。对，黑棋肯定是吃角把这个角活了。原来的棋都是下成这样的，但下成这样的话就是被人工智能就批评的很严重，就是白棋亏很多，他认为是啊，他觉得这个角是万万不可让黑棋吃成这样活成这样的，他觉得这样白棋的这个效率不太好。如果是这样的进行的话，他肯定不会当初不会这种单跳，他就不会单跳了啊，就是就算没有这一下好像也不肯下成这样，现在就 AI 也不肯那个让黑棋吃成这样。他认为这个角还是太大了，对，他认为这个角是太大了，对，他觉得不能让黑棋轻易的这个地方做活。那如果这个只要一打掉之后，这个角好像就没了就是他，当然他有也有连扳的下法，就是这力和连扳，这都是后面就是发明的，就是跟 AI 学习的。后面出现的啊，对，就是这个力的话，最终还是一个不让黑棋做活的意思。这是我们看，如果说黑棋要这里走的话，比如说如果虎的话，对，那白的就长啊。其实他如果算白棋打掉一下的话呢，就等于我粘的时候你没有吃角，你选择了度过。对，那我立起来之后，你还需要再继续可能虎一个做活。那么白的他，比如说他就把这个给你封住，你这个还是比较惨的黑棋。你要是不虎贴出去的话，这被点一下也是比较难受的啊。其实这样白棋就上面走一走，黑棋还是没有活，也很难受，将来可能需要这种加的话就比较惨。就是说这个棋如果黑棋虎白棋跳住就这样封住，这样它里边就算活了。你出来的活，我看看啊，你可以不走，但是将来被我一尖，你可能还得挤一下再做活，就比较惨。就是即使让黑棋做活，白棋觉得也是可以满意的。对，白棋肯定比让你吃角要好很多了。就等于是黑棋如果说现在虎这个呢，白的一长，就关键白的现在还没打这一下，他打一下还不见得便宜呢，要撞一气，他还撞一气。对，所以就算打一下，他都可以满意了。因为你黑棋好像没有时间来这里团一个。对，就算打一下，白棋都能满意，所以虎。这个的下法一般立的时候基本上都得虎起来。当然虎起来的时候，因为这个棋就是白棋唯一所担心的就是黑棋可以打劫。能不能开劫。但是现在主要是出棋刚开盘就是这个劫就是无劫。对。可能棋友说那我这个是不是劫财，就是白棋肯定是不应的。就然后白黑棋走这儿。就可能棋友觉得这个感觉黑棋其实打这个劫也没有亏太多。但是就是手割一下的话就比较亏。其实这边我提过你一个子，然后你这一个，那我们就拿掉，等于我拿掉黑的一个，拿掉白的两个，然后你死了一个，然后等于这样子。就等于白棋尖顶了一个。就等于黑的靠，然后白尖顶，然后黑棋扳，然后打吃。这是明显的俗手。这两个就是大俗手了。对。这在我们看来这基本上是不太能这样下的。对。这大俗手之后呢，然后黑棋呢又送了白棋一个，等于你扑了一个嘛。又送了我一个。然后你这个交换和我这个交换又是亏损的。这两个又是亏损的。就是在这个局部黑棋一直在亏损。虽然说你得到了这两个，但是这边也没有办法完全弥补这个亏损。对。所以这个劫黑棋其实是挺重的，不是看上去那么轻。所以在初期阶段没有办法选择这个大劫。这也是白棋立的一个好处。在后半盘如果有劫财的话，黑棋如果能把这劫打回去，白棋就不太乐观了。实战黑棋还是选择了虎，然后接住。是。
然后现在这样，我感觉黑棋亏了。其实这个局部定型其实是现在 AI 时代常见的。常见的，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局部定型，一定要是要放在全局来看，对，是吧？在这样的场合下，我感觉黑棋特别重，因为白它这个子儿这个位置都特别好，对，然后这四个子特别重，然后白棋呢，就是白棋感觉就是完全达到了他想要的一个效果，对。所以我感觉啊，这个棋黑棋其实可以考虑在拖之前，就是先这个靠一个造个劫。哦，造劫就是说，刚才我们记着，将来拖了扳反扳的时候，如果白棋立，对，可以糊起来打劫，对。那么先造劫，那总是要你扳哦，我就大致会扳吧，反扳。那我如果打掉。立下来，这也是一个局部的定型。那我这时候我就可以拖了。这个时候，就如果还是开劫的话，将来还是开劫的话，断一个找劫。这个劫就厉害了啊！这个断了打你，这和刚才你靠了扳一个就差天壤之别了。这样的白棋就很变得很重了，对，很笨重了。对，就如果还这么下，对，这样我就现在就可以开了。对，然后你提劫，我断。这时候一断，这时候一断，因为本来局部我就是断的，不是说我这个劫很损，因为这个局部本来我就这么下，恰到好处啊，对，你本来就很难受，对，本来这个局部就是黑棋下一手就是断，对，这个局部本来靠完了扳完就是要断的这个棋，现在你是拐外边还是吃里边，本来就是考验一下白棋啊，对，你就算你拐吧，我跳，然后你吃一个，是，那我再把劫提回来，这样的话我其实因为。黑棋只要有劫的话，其实白棋不好找劫。对，反过来白棋也没有劫。反过来白棋也没有劫。就这个棋，因为黑的如果一旦提掉的话，那白棋这些子就基本上这一二三四五六子全废了，基本上。所以这个劫特别的大。双方都比较重。都比较重，其实。现在因为出棋，只要你黑的找到一枚劫材，其实而且将来黑的其实还有一个跑的，还有一个打，还有两枚劫材。对。这个地方。跑。跑应该也是劫，要不然我打这个，再给你做劫，你再跟我做劫，但是这死的也挺惨的，反正，其实我觉得黑棋可以考虑去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感觉，就实战这个拖了虎了，直接虎起来，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感觉就是白棋完全你就中着按照白棋的思路来，感觉，对，就是这一点让人觉得有点。心情不太愉快，就是你是按照他的节奏来的。对，其实高手啊，职业棋手都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叛逆的这种感觉，知道吗？就是你想这么下，我一定要就是契合，哎，一定要这种逆向思维。我觉得我如果是我这个时候下，我感觉可能会考虑靠一个先看一下，因为如果靠的时候他如果坚挺，那我们刚才就是我们就不用扳了打了，然后还损一些这个了。我就完全就可以了。就是说，我们实战的那个黑棋的向外出头，和这个图相比，就是白棋如果先尖再跳的话，那么黑棋再出头，对，就是白棋认为这个图白棋没有刚才那个图满意，没有那个图满意，而且是很明显没有那个满意，就是因为虽然尖点可能看着比刚才目数多一点白棋，但是黑棋这个头比刚才好很多，它棋形也好很多。也轻了很多，而且将来就是因为我出头以后，将来这个尖有可能是先手，其实我虎完这个地方你脚还是很薄的，就你这个脚其实现在是很薄的，就是这个厚薄问题啊，对，是吧，主要是这个尖顶完以后，白棋这个脚啊其实很多味道，对，并不厚，对，如果和这个图相比的话呢，肯定是白棋实战要很明显好，对，是的，所以我感觉黑棋可以考虑去这个地方造个劫哈。这也是现在的这个围棋的一种进步，大家在对这个局部的一个思考，是吧？不是在先尖顶再跳了，是直接单跳。对。然后实战就进行成这样了。如果拖的话，拖连扳，白棋有一退，对，就实战这种下法。对，大家学会这一例。可以，对，这里学到了啊。然后黑棋没有劫的情况下就只能粘，对，只能粘了，然后跳出去，跳出来。其实就是虽然说看着黑棋现在出来了，就是将来如果一旦白棋这两个子儿厚了，就是我这棋我将来直接就给你，就是这在打吃什么都。都是你打出打外边，就我这脚上太厚了，没用了。就是我这争子有利，我连扳，就是我争子不利，我顶断。你就是反正这个棋，黑棋都很麻。就是你虽然看着黑棋已经出头了，但是
就这个打没有什么用，就孩子就粘上，就是因为现在白脚一下变厚了，对，很厚，所以白棋是能够下的比较强硬。对，就是将来如果说我这两个子厚的情况下，现在的话可能这样你应该不见得便宜，黑棋就打了虎一个，就是这样的话，白棋虽然把这个子吃了，但是，虽然吃了这个子弹，撞伤这两个，对，白棋得不偿失。现在，所以他现在不会来，他现在不会来分段啊。但如果黑棋将来还要自己再补一个，还是后手，是打野还是后手？嗯，就这个地方的效率，我觉得黑棋是有点问题。是，嗯。好，那么接下来白棋也要处理这两个子了，是吧？对，白棋肯定要处理这两个子了。这两个子如果说再被黑棋这里跳一手的话，对，白棋也比较薄。实战他是走在这儿，对，他直接飞在这儿。第一感还是震一个，其实从那个感觉上来说，觉得好像震一个是一个正常的分寸。取震一个好像是我们以前经常学习的一个棋形。他走在这儿是什么？其实白棋这里这个局部变化已经可以满意了啊。嗯。按道理来说，他这时候就稍微的下的本手一些，是不是也？这个可能就后手，他可能担心白黑棋就补一个，他这个点不是没比较紧凑啊，没搞清楚什么意思。如果黑棋我就挡住的话，白棋是就便宜了还是什么原因呢？我好像前面看了一下这附近这个 AI 好像推荐就是这个啊，就是走这个。那看来就是说，小便他这个用功啊，用功就是这个局部的变化对他来说就是非常熟悉了，他都已经都看过很多次了，等于。有可能很有可能那这棋呢，黑的就挡住呢，如果就是应该挡啊，就是应该挡。推荐的这个变化图里边，就是点的时候就挡住。那挡住完，黑白棋要干嘛呢？就是便宜了是吗？还是好像接下来我后面的进行有点记不太清了，好像是不是顶了家呀？有点记不清了。这么秀啊，这个棋确实，我是离。我以为他就是可能便宜了，是不是什么这上面再拖断一下，可能利用有没有可能，我搞不清。就是他的意图还是让黑棋这里比较重复，也有可能。其实是不是点到一下已经对这两个子有所帮助了，是不是？有可能吧。他反正他就是如果拖断这个地方，黑棋可能会很厚。嗯，然后我点一下跟你交换，我总是便宜的。嗯啊，因为点完之后这个拖断有可能拖断，因为拖断本来黑棋正常这个局部就是如果硬的话，从这个局部来说肯定打了粘，但现在白棋给你藏进来了，就是你现在然后你冲下去我就一吃。嗯，这样的话黑棋这目全没了，然后点一下之后这里还有断点。嗯，这样肯定黑棋不太行。那黑的不能打了粘，黑的就吃一个白的虎，吃一下，这也挺难受。就是反正黑棋肯定这里会变得很厚，那他这一下应该总便宜了。嗯，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先点啊，点他有可能点到拖断这个棋。嗯，就是我没看过，但是我就感觉有这种可能性。对，因为这个是上午下的。嗯，还是看了一眼啊，这个棋啊，点了，但后面的变化是不是就是顶了家呀？我有点是顶了家是吗？啊，但是我不敢确认啊。啊，要是我下，我可能就白的就这样走，嗯，拖断这样走。啊，实战黑棋没有忍，这倒是比较符合顾子豪九段的风格啊。嗯，就战斗型的，然后断对。应该他的，我感觉他可能是怕这个，感觉自己太重复了，有可能。嗯，但是确实，如果我是白棋，我可能淡淡的退一个，这个打出来。对，你看这个变相一也是针锋相对。嗯，这个他应该，我觉得他有研究，我觉得，我感觉对这个局部是吧？嗯，看上去其实也不好说。黑的如果不飞过打出来是什么情况？我感觉黑棋是不是得打出来，这样可能会形成一个转换了。然后我挖一个。嗯，白棋这是不是，这不是黑棋的本意啊？这么进行的话，黑棋就是不想这样转换，就是想杀白棋。黑棋我就是想战斗，感觉上想战斗。嗯，哦，这样的形成转换，这我也不知道谁好。对，这个判断先判断一下形势，得失不明啊。能拐住。嗯，好像是白棋还可以，感觉上是白棋还可以。是。嗯，这边吃的不是很大。嗯，
如果黑棋没有这个转换，没有明显得分的话，我觉得从顾子豪的风格来说，他肯定是继续缠住你啊。但是主要是这个飞这个棋形好像是有破绽，他没有是有点没有办法，他一手棋连得很好，有点薄是吧？而且没有紧住黑白棋的气，对对，就这种度过呢。就是他就是不是很紧凑，感觉很松这个棋形。如果一手棋能很紧凑的度过呢，那我上面外面把你断了，对，肯定还可以啊。主要是只能飞在这儿，感觉上就是他黑棋冲断，其实他的这个意图我们是理解的，就是要想战斗。但是冲断之后，这么飞过是不是好？就他是不是忽略了白棋可以打了粘呢？就是还是什么原因呢？我感觉这地方有点中刀了，我感觉有点郭老师有点中这个边象一的一个准备好的刀了。实战贴，然后黑的长啊，这个地方它确实得长，因为虽然说中不掉你，但是你这里面肯定你不能再补一个了，你补一个我就算打完了我就拐一个，这个棋黑的也吃不消，这个地方这个头脑袋奔进去，这将来这个地方棋形还是不是很好。还有还是有这么跨的。跨它就只能加过了反正。这个肯定是不太满意的，所以它就挺头。对。但挺头主要是争这个头。白棋实战这一靠。靠好是好棋啊。这一个也不能算好棋，我感觉超级简单。超级简单的一步棋。感觉是郭老师没看见还是什么，就是看错了。但是这一靠确实是我觉得黑棋很难办啊。对，黑的就只有加，这冲断这等于 AB 见合了，应该只能加这个棋。就说这个让白的一加。对啊，就是这个手段让黑棋很难受，但是并不是很难是吧？对，我觉得不是很难其实。这个好像黑的也没办法，就是黑的也没办法，只能顶。然后白的接住，这也实战就这么进行的。对，这里我都看了一下，好像 AI 推荐是就弃了。啊，弃了。弃了。这个好像我觉得很难下出来，然后加什么加住。哦，我把你这都不走了，就直接加了是吗？那就后手再粘一个。这样。好像是再粘一个。对。啊，这样下。弃掉了。那我觉得很难下出来。很难，我觉得很难。这个他本来冲断是要跟就是攻击白棋的，这个思维转换没有那么快的。这一下被白的两个全连上，把你三个还吃了，太难想到了吧？这种跳跃性的思维，我觉得人类棋手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这个度过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确实好像。虽然白棋直接杀气是不行啊，但是白棋实战等于他打了压过来之后呢，这将来这一圈全是闲手，这一圈收气全闲手，等于他这个地方现在肯定很厚了，然后现在他通过这个打了压过去呢，这个子和这块棋连上了，感觉现在也不太害怕。关键是黑棋这个身体的棋形啊，气有点紧，好像是总觉得隐隐约约有点还有点问题，有点对，有点薄，不是很厚，其实还感觉就不。补一个算了、啊、这么吃啊，因为吃完我这个猴出来不是还挺有价值的吗、哦、也有可能、哎、我觉得我吃一个你补吗，你也有可能补的，其实我觉得对，就先把拳头缩回来啊，对，这里看似是后退了一步，但实际上接下来就会有更强烈的，对，因为他这个变成后手了嘛，我收气的话你这正常你连一个嘛，要不然我猴断你还是有点难受的吧。那如果这样交换的话，那我上面还用还会不走也行，好像不走反正飞就接一个做活，或者飞一个也挺大的，就是这不可能亏，反正作为黑棋的角度来说这交换一下不可能亏，是就是因为白棋走是命令型，你也必须得收气所以交换一下感觉黑棋总是不太可能亏了，真的是有可能。实战它是尖柱，他就是不想交换，这不是想交换家没有任何意义啊，我是觉得。就是白棋走那你不是也得下吗，就是他就觉得里边反正没棋我就想尖顶一个。但现在对黑棋来说已经比较难了。胜率上好像也是已经很不好了。就是看似
一个这个，手术并不很多的这种一个变化，突然发现这个胜率，从胜率上来看就有点不乐观了。胜率它主要比较严厉，就是，对，确实是。现在随着这个 AI 不断的进化，它那个给胜率好像也越来越严格了。跳出。因为在它的就 AI 的这种它的计算力认知下，他认为这个棋局就已经，就比如说胜率很高了。但其实对人来说，我觉得也没什么，就是你还早，胜负还早。我经常90%多的，99%多起输了，就是没什么意义。九十九啊，对，还经常吗？啊，经常网棋是吧？网棋，对。就说这个胜率就是参考哈，对，也不要太迷信。这个棋。对，这你看这个白棋这里是要上手段了。是不是没有看见啊？这棋，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应该会算一下吧。这个地方就搬了点，这他肯定会去看一下吧？不看吗？不知道，我感觉也没有看见。因为春兰杯也这个用时还是比较相对比较长的，每方2个半小时之后有5次1分钟的读秒，对吧？这个不算很快的棋了，但是是是这不是样的，慢就棋？是他因为长时间没有。就是很高强度的比赛嘛，对于状态，他确实这种地方，他的嗅觉肯定就不见得有那么敏锐了。其实，确实是这个棋手还是要多练是吧？而对，且这种要实战。这搬了点，搬了点是什么意思呢？搬了点，如果我就吃了呢？吃了我气就不够了，是吧？应该啊，你打了一挡我就死了，你打了一挡我已经气已经不够已经了是，那就是我不能松气，你要么就这个，要不我来个这个，我来个这个是吗？这个好像那我就是认亏啊，那这地方将来你收气还全是先手，我对，就这边，就白亏了这等边人家胡你要于。还一个，然后这边胡又是先手，对，就但等于肯定我不肯。你走完等于收完气以后，我点你这再往里团了一个，肯定是有点不肯。你这招，这一招，哦，这招怎么样？这招很敢想，这招是不是也？他是不是可以盘这个？爬的话在哇，哇，我断这个，哦，对，你好像是不是接不接不归归了？了是吧？这样的话你再粘一下是不是？你得吃吧，哎不不，对，得吃，然吃。后我。走这个，我打过吧，你直接打过。我直接打过吧。我本来想打完了再读，是不是也一样？也行，应该也行，就是但是黑的也没空，这死了，直接死了，黑的也不能往前走，但你打掉应该也行，就是好像黑的这样不太就行，是这里如果打掉的话，然后他这个一路打，黑棋两边不入气，不你知入道吗？气，不对，入气，黑的不也是，不粘是上白棋已经复活了，相当于。白的是活了，但黑的也能活，黑的接黑先棋能手，度过，对，还能是拐一的。下。反你正要是把这个拐可以掉。管这个，不是管着你好像死掉了吧？你打掉我，主要是这个棋你搬我侯这个我 AB 见合了，好像死了还行。这个棋，这不行，这个死不行，这个图不行，这必须。那也不行，那就是没办法是吧？只能粘。好像没有办法。就要么就是刚才挡的话，就是认挡的亏，话认亏了，认亏，确实，等于让本来白棋是一边先手，然后现在变成两边先手。对，那这个还是很犀利啊，这个点，这一点，实战是走在这里，那么白棋打吃，就暴动了，这个，马上就要求出棋。黑棋打，然后白棋主要它可以利用脚步的这个优势，它搬进去，这样黑棋比较头疼。对，这个正好利用这个脚步的一个特殊性啊，
能够搬在这儿，黑棋没法收气。黑的这个呢？马上开劫哈。如果开劫呢？这个劫有点大呀。确实，只要现在开劫是这样，白棋可能局部他先不走，对，白棋他先脱先，他可能他先来这种照劫财有可能。因为黑棋在你一手其实是消不掉的，你一手棋消不掉，这是个两手劫相当于。对，就是因为黑棋提以后，然后白棋走，然后将来白棋再提回来，黑棋还是吃不掉白棋。就说对，是黑棋是紧气劫，白棋是缓气劫。对对，这两手劫，反正就是白棋可以脱先，暂时。这个劫对白棋有利。这个劫黑棋确的确是有点重，而且黑棋好像这个劫输不起，这个劫是输不起，是输不起。这个这边提的话，等于这块和这三个子，基本就是。但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应该打呀？你说还是要打劫吗？我觉得还是要打劫。只要是我确实输不起，但是你暂时你也没劫财呀，我就一个一个提呗。我提完了，不是也？我就提了也全提的话，能够把这个提掉，对对，这一片你也是比较惨。我提之前，我可以先杵一下。我感觉还是得打这个棋，虽然很不想打。虽然很不想打，但是感觉还是得打。白棋如果把这两个子吃掉呢？那我觉得还黑棋，那我还能接受吧。那我觉得我还能接受，你就吃这个的话，我感觉我也算度过一劫，我感觉渡劫成功了。这样我把你吃了，你这全后手，我这还能连过啊，感觉就还好，就在再走脱先走别的呗。就是看白棋这几手两手棋摆在哪儿。对，你可以摆，你随便摆，或者三手。那你但是你三手你不能随便摆，就是你不能特别随便摆。但是你也可以飞刀，你也可以摆，你摆这边你可以摆三手，就比如说你走过这再给我冲了，这个好像我觉得是还有没有这边大呀？但这边你走呗，你走完我只要我提完我能度过。对，关键是这有一个后门。对，我感觉黑棋好像还是应该打劫啊，这棋不打劫，不打劫主要是黑棋他这儿不能下的话一收气已经死了。所以实战的话呢，他没有打劫，他是好像是猴了一个，猴完了飞过了这个地方，从一路度过了。但从一路度过的效率就太低了，这个地方就仅仅是一个逃跑了，是吧？这个没有目数。我觉得还是应该打劫好一点。实战度过弯的时候先粘了一下。先粘一下，那就是好机敏啊，他不给你打劫的机会了。这个马上粘掉，粘掉了就没有劫。粘掉你就没有劫了。然后就再粘。这个转瞬即逝啊，这个机会，说不定真的是像你说的马上开劫。我感觉是吧，应该是只能开劫了。和这个之后相比，因为你这么渡过来，主要是就是没一口气，就是黑棋只有一口气这个地方。然后白的就扑走接住，然后就是你这只有一口气，就是白的他这就可能给你夹死了一会儿，就是你这个地方就这个局势求胜之路很还是很艰难。对，非常艰难，从这度过他和把这提了再飞过不一样，还不如当时就拼一下拼，我感觉得扑这棋，我感觉得扑这个的话虽然拉长了战线，但是还是难。实战黑山黑白棋是靠了，但是靠了，但是是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靠了提，然后立，然后黑的吃，我的打，这提白的扑，白的扑的时候，这样子的话，里面脚上是一个双活，就是。对，双活就黑棋走一个就双活，敢不是？就你倒是可以白黑棋肯定不能主动扑进去，黑棋这个棋肯定不能主动扑进去，就看就是白棋他能不能主动扑进来的是这个棋了，就是说，对黑棋扑的话，就是你得有劫财才能去扑。对对，而且主要是白棋轻啊，白棋这子儿比你少啊，你主动扑进来肯定就是说，将来如果黑的走呢是有眼双活，但是不走白棋就有可能扑进来，这个地方有可能扑进来。就这个劫
这个脚上结的话，开结的话是黑重，对，黑棋重，黑棋要重一些。对，把黑棋接住，自己补一个，补劫财。因为这个棋，白棋开劫，这不带响，它。对，它这个是劫，这是本身是，对，是劫财。它比如它一粘你一走，一开劫一打吃，你就死了。对，所以黑棋现在是在补劫财。对，那就很难了，这个棋。感觉就比较辛苦，黑棋这个对，棋，这粘上好像还是先手吧。哦，这粘上黑棋对，只能如此。因为黑棋就是要防止它这个白棋的一下一枚个劫劫财，一财，枚劫财就把黑的扑了嘛。对，只能是，但这步棋就是弃权一手，其实等于，对呀、啊，基本等于弃权一手，所以就是白棋是用上面这个劫来威危慑险，你，对，对，一直在威胁你。像你这种，你就无视自补一手，这对不吧？你和这个对，粘相比，本来是有冲断的。是，其实这个主要是白棋就他很继难续威受，胁你，他将来他还他只要能还是造一枚有，劫财，你还对。是。所以其实像黑棋，就有点补不胜补的感觉。但那黑棋他也没办法，他这个棋他也不能自己驮一个吧，这这不行，也对，这。因为白的主要把这个提了以后，目数也很大，主要外边这他本来没活，他全变厚了，是。对于白棋来说就非常有价值这个棋，给他不是，吃，白的跳家，跳家，哦，跳家是他是觉得黑的已经出不去了，是吧？确实有可能你已经出不去了，啊，就是说你我冲有将可来能再退冲了，的时候你是退的，是对吧？对，太这棋狠了。对你可能已经出不去了，这棋黑棋感觉太惨了，这个棋，这盘棋我觉得郭子豪完全没有这个，是吧？我有点使没使上劲儿的感觉啊。就一直好像是在变相一的那个调子里面，就对，从这一刻第一个定型开始，好像就一直在他掌握之中，对，这个完全不是他的一个真实的水平，对吧？这盘棋他应该，我估计他自己也会很郁闷的。实战到下到这儿的时候，黑棋终于下出了我这个康。就是，对，走进了对方的陷阱里，是吧？这再靠，是不是有点晚？这靠两下是，也有可能是造劫财的意思，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局势哈、啊，平心而论，黑棋很艰难，很艰难，对很吧？艰难。现在只是在尽力的一些搞点事情。啊、哦，你现在在冲，冲白棋是要退的，对，只能退，然后扳住。啊，白棋也算了，没他有就这没个吃是啊。吧？如果他硬吃，如果硬吃呢？硬吃。硬吃是不是白棋觉得也没必要啊？硬吃，他有没有可能担心就是黑开棋解。开解？我跟你开解了这回，不过你说这个劫真的对白棋那么重要吗？你没现那么在重要。应其实该白就的外是，边补一对个就呀、啊，你行，就我觉这个大还是那个大？得。对，其实外边补一个就行。但是可能他觉得没必要，可能是。他有一点优势意识了，对，就白棋下的现在就对，粘住了，粘住了。给他白棋跳，跳。跳的时候，跳的时候走哪了？跳的时候把这个接上，粘住，这就感觉在补劫财补呀、劫财啊。但就是看本你身也有也很价大，值，本对，身也本有身也价很值。大。现在就看黑棋补不补这个劫，补这个劫，白棋就做活这块棋，做活这块棋应该不是很艰难，应该跳一个应该差不多就活了。只要活了的话，黑棋全盘可见的就这一块有目，但白的对，这个角，这个角，感觉黑棋的目数非常堪忧。这个棋，但是如果你不补，你要去杀它的话，那它可能刚好开劫，就你会比较难对，受。这个团的话，我觉得黑棋也是艰难的选择，艰难的选择，要来因为团。现在白棋它当时这已经给这个包袱已经给你埋好了，就我现在随时靠了断一下，一开劫我就你就死。被我打死了，这个地方。但是要团，做出团这个决定还是很难。实战点这个，
白棋开劫了，开劫完了找这个劫。嗯。好，白棋现在是觉得这样已经可以了。就如果你跟我选择转换的话，嗯，如果你选择转换，我把你这吃了，本来我肯定不肯，嗯，但是你只要你这废了一手，哦，等于你这个和我这个，就你看嘛，他如果直接开劫，可能也能下成这样。对对对。但等于你这废了一手，和我这个交换了一手。那这样的话，白棋觉得就可以接受。那就肯定可以接受了。嗯、对，我这白偏一手棋嘛，你这等于基本上停一手。这个黑棋为了打赢这个劫，已经停了两手棋，肯定你还不行。嗯。那实战等于是黑棋还是粘住了。粘住了，嗯。然后白棋提劫呢，就因为上面这个子其实和这一串呢其实是没有关联的，是吧？所以白棋、黑棋也是要契合。现在黑棋是没有劫财了，嗯。契合，它是跳过来，啊，要去吃这边，对，要做吃这边。啊，就一起吃，他的意思。本来他冲一个不就死了吗？他是不是不肯是吧？不够啊。不够，如果看一下这样，这样提掉的话，嗯，反正现在你走，基本上走在哪，白棋都是要提掉的。对，你走到哪，我肯定都提掉了。啊，没有什么合适的劫材。对，提掉。提掉的话，这里是十、二十、二十四、二十五。27、29、29，黑棋提过三个，那就是26目棋。嗯，27、29，大概30目棋的这个地方不到，就是这个地方，但是有一些目，可能不到30目。嗯、这里的话是8目棋，三十八，三十八，50、55目棋，白棋啊，五十五，黑棋10、16，主要看这块的时空，这块大概30目棋，然后这边。这个角主要是白棋这里有点厚，它这个地方活的时候，可能你是没有办法去吃的。可能这边本来是可以，对，本来是点一些木，但是现在不太好点。对，就实际上还是在角上。对，大概这里20目棋，跟它这是30，30，30，20，50，白棋刚才是白棋55，嗯。那么从潜力上来说，应该还是白棋好像还厚一点。哎，你这些没有点是吧？这些没有点，但是我这其实不是很薄，因为我这还有先手。嗯，就是这你算我死的话，我这些还是有先手。对，我也不是特别薄。所以顾子豪判断了之后，觉得光吃这一些可能还是局势还追赶的不够是吧？对，所以他选择这样子大吃。大吃跳白棋提劫，然后黑棋下来飞。嗯、如果说能够把这手棋省在这儿的话。那肯定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对啊，如果能把这个吃掉的话，嗯、刚才我们是没点这些目数，对对。如果吃掉的话，这就多了15目，对吧？增加了15目左右，嗯、那就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是、啊、是，嗯。所以顾子豪也是一直在拼的。对。但这个能不能吃掉啊？对。白棋直接就给你动出了。对，变相仪也不是那么善良的人，不会让你轻易的吃掉他的。嗯、实战白棋煎了一煎，他说：“嗯、我活了。”哇，这样子就能做活呀！不过他如果不活的话，这两手交换也是比较亏的。对，这个棋黑棋如果走在这儿，嗯，白棋断。打吃，黑棋打吃，白的贴是先手。嗯，这我在补啊。你在补住。嗯，那我是不是至少是一个劫活？劫活，劫活，关键你现在你还是没劫财，就是我这随便找一下就行了，断一下，你还是没劫财。但是我活了，那你刚才的30目又全没了，你现在再找个30目，你也找不出来。是这个呢？啊，这个。这个我有没有可能就接上了这个棋，你冲我打出来，这个粘上，这你好像也那我插这个累，那我这个插在哪儿呢？我这个因为也可以，这个就紧一口气嘛。当然也我因为我要这样下的话，可能你也杀不掉我，可能也不好杀。嗯。当然白棋他如果对他至少可以细腻一点，他靠在这儿 他是肯定是活了。对，这个好像确实杀不掉这个棋，如果不搬的话好像走在这儿，我看白棋他狗先手，然后你随便就走一个，就不管走什么、嗯、他就挡一个。嗯，这有一只眼。对，
然后你得这个能跑吗？对，你得跑，然后他这个虎是先手，这又做出一局。哦，这个白棋眼位还是很丰富的这个地方。对，这个是说实话是好棋啊，尖完之后再去小尖、嗯，这个感觉。实在白黑棋是尖这个。外面尖啊、哦。嗯。那刚才就说如果虎了再挡，已经是基本上是一。但现在不行，你现在挡你这个后手，你这现在没眼了。哦啊、你现在你不能这样挡、啊、这个其实防住了刚才你们说的这个挡了挡这个挡这个是我的方法、嗯、那白子现在他挡在外边嗯，挡在外边黑棋局部冲白棋应该是没有活的其实如果冲的话那么冲的话白棋尖一下然后挤黑棋团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杀气吗？这个地方，我感觉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杀气。得把这个冲掉，打吃。嗯。立起来，就形成一个杀气。局部如果算黑棋全部走掉的话，白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口气。这边如果搬你就搬我就挡下来吧是吧、嗯、这个黑棋我是七口气的话那么你是一二三四就是这些因为如果你要杀白棋这些气白黑棋都是要紧住的嘛、嗯、那么就是黑棋如果想杀白棋黑的只有四口气那我这里能不能这里两口气算上了你已经四口气、嗯、就是你因为这些你全要紧嘛那我是说我如果搬下来的话这边长不了气吗你这块你得长出五口气来黑棋这个感觉有点不太可能应该不太可能很难、嗯、长出五口气也不太可能那就是说他如果现在硬杀的话可能杀气杀不过杀不过也得杀是吗杀不过怎么办呢、啊、这个他等于是算了算了对他应该经过计算的话嗯那么白棋就补了一手白棋挤了挤啊应该是白棋是认为挤了挤是先手嗯黑棋呢郭老师也就提了补了一个他相当于先手来补活是吧对就是但可能他俩双方也就认可了这样的一个交换对因为确实刚才杀气差的比较多嗯嗯但这样刚才有30目的空现在又全没了。这样的话这个将来白棋打吃、嗯、这边是有一只眼的 对, 对吧后手眼然后这边还是等于是三眼两座了。对。所以这就是脚上比较厚实的好处啊像这种提啊什么都是后手。对就是它这个立了吃掉以后它的这个好处就是它特别厚。嗯它特别厚。实战活了。嗯活了活的话先手活了对我们刚才是给这里点的是30目、嗯、现在基本上 就没有了基本上没有基本上没有对因为白棋做活的还会有一、还有一些目、对还有几目嗯基本上没有了那么黑棋获得的这个转换获得的价值就是这里拆了一手对这里有些潜力哈对潜力嗯就这边可能、这边毕竟还是把这个提掉了一些子哈，提掉一些，但是收获也不是很大，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就主要白的这里头很硬，黑棋这里也没什么太多发展的空间，主要还是这个虚的潜力的、嗯，看看这个潜力，对，对看白棋怎么样，就是这里活成什么样子吧，哎，嗯，打入在这儿，这白棋太厚了，确实太厚了，嗯，白棋。收根来先打飞嗯那这里白棋下的比较清灵啊白棋比较清灵对嗯这地方就没有对白棋来说没有必要去硬碰硬的对于他们这种等级的棋手来说这种地方想全杀掉我感觉也不太可能就你谁杀谁也不太可能嗯就是确实比较辛苦了、嗯、这个棋因为目数是差了很多了应该是嗯因为全盘黑的只有这上面只有这一个地方有木其实、嗯、这地方提下来这都没什么木其实。嗯这白的这脚上一块这脚这还有这还有。
对，这个对，就黑棋想要获胜，就必须要把白棋全杀。是，对白棋来说，就是其实每一个尾巴都可以都可以吃甩掉，掉。这些对这些都可以给你吃。对，我只它要只在里需面要活一块对，就只行要活一块就可以了。是，所以很很辛苦很辛苦，了。还是在努力哈。飞。就我们爱好者看起来可能觉得白棋感啊，觉有也点挺危啊，险的也对，哈，也有机会。对，那对他们来说，就活棋还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杀棋是谁都不愿意去。黑的要飞的话，它是飞的，哎，你没有飞没有飞，挡住的，对你飞我就拐，如果飞的话就拐，你这断不了我，我这个靠断一下先手，我这样你我就从一路二路度过，是。肯定是不行了。就你这，就把这给我冲起来，肯定也不行。对，所以这其实难杀就难在这个模样啊，它这个两侧都是对方去后的情况，对对你吧？没有利用，没有利用，还有一点就是说，他白棋啊，他什么都可以给你，就是我在这只要活出一块棋就行了，就是你这全都冲死我。其实你说白棋这样下法，他好不好呢？也没有办法去评论。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可以更狠，比如说他走完是挡下去，其实我觉得黑的也杀还不是掉。白棋哈，对，但是就是他这个下法好不好，没有办法去评论。就是他就觉得我就活一块儿，就对，让你上面全围上也没关系，是，这个，这也没办法，只能这样杀了，也不是说在收目，他攻击的话，其实往往就是为了这个获利而去攻击，但现在就是已经没有说攻击这个，我就直接杀你了，压。压肯定是先手，这个应该是一虎，这个地方棋形眼位应该就出来了，这样的话局部黑棋如果想杀白棋，我好像看了一下，只能走在这儿，这个棋，如果局部想杀白棋的话，走在这儿，局部，这样的话，有这个让这个眼，哎对，啊，这本我来就已经，破你这只眼，本来已经是对因为破我你这这个棋，我要是杀在这上面呢，你这个加了粘先手，这一立先手就活个，了，所以就是如果想杀白棋，只能下在这只能走这个，这个走到这儿，这个是假眼，把你这儿看到假眼，让你只有一只眼再来杀。但是就是局部已经活了，其实白棋你走在这儿，就是我这个断，这个是先手，就我要想活的话，哦，对，已经也是活棋，其实我已经活了，就是。再我就打，再打，你要是要破眼的话，只能你粘。只能粘，然后呢，我再他团再这个，团这个，然后你只能挤这个，对吧？然后我猴，你只能扳我，这都是命令型，然后我打吃，我如果粘你住，粘上，然后我粘住，你也只有粘住，然后我一冲断，这地方由于黑棋气太紧啊，这个子吃不掉是吧？对。吃不掉这个白子，那么。自己就出问题了，对，就是白棋，如果说想活的话，这地方就是已经活了，应该算是，已经活了。黑棋由于它自身啊没有那么厚实，实战的话，搬过来。他应该就不能再杀了吧？这个局部就。局部白的活了，这外边白的还能往外跑。下面挡下来，收个关，收一步关，然后扳住，对，扳他住。做活，要不然脚上可以一立啊，黑棋一立能吃脚。对，给立了一扳。这个压应该是为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冲断做准备了。白的吃，那现在黑的就只有杀了，行不行也就拼一把了。对，冲，
这个是没办法的。对，接住。现在黑的应该只有退。要想杀的话，对，要只想能杀，退，局部只能是退着吧？杀，对。就刚才如果我们把那个图还啊，进行的话，这现样在断就不了了，断不了现了，在断不了了。对，如果要杀的话，就是退。对。现在他是暂时还没有杀，啊，没有杀，暂时没杀。啊，再做做准备工作。对，拐掉，接上，刺，这应该就接上吧。然后再啊，哦，他确实是杀不动，是吧？就是黑棋主要自己没有活，对，对，主要自己没有活，这其啊，实他就回去了是吗？那其实已经那回去呢，这个棋胜负恐怕是，对白棋一跳，就白棋做活之前先便宜一下。你如果补断，对，你如那果么补住，我就上面就团他先，就我或者对加就怎么都活就做活了。如果白棋这样一做活，了，我黑们刚棋才的全判盘就没断，有目了，对，这个空肯定是不够的，对，因为刚才本来点了30目的话，其实都目要数还稍要差差一一些，点，哎。那么后来这个白黑棋的增长好像那几乎没有，没有就是什因么为太他这多个的，为了杀棋嘛，对，就是目已经全部都不要是。了，这那个。这盘棋确实是，我觉得顾子豪九段好像没有发挥他真正的实力，是吧？确实，一直感觉有点被压被相制，依对牵制着可能就是一个局部开局，一个局部，出现这些状况发力过猛了，发力过了猛了，出现一些状况以后，后来一直没有这个调整过来。对，主要变相一下的也很好，他这个地方这种地方他看的也比较清楚，是，下的非常狠，就是可你能对，就像你说的，这个角上是不是还是开劫对，我当觉得时开劫可能还机会还大一些，我感觉。这个偏向一也是很机敏啊，就是马上就把这里粘马掉上了。粘掉了，下到这儿就是不行的最后一手了，是吗？还是对，这是最后一最后一招，手最后一招就下到这儿的时候，黑棋是认输了。认输了，确实是这，也是难以为继了。确实差太多了，关键这个棋，后面我没看出来，这个顾子豪一直在找机会在拼搏，对，很顽强，但是尽力了。但变相一处理的也很对，好，说实话，这个变相一，因为其实也本来就很厉害，然后他这些东西也不是很难，因为不太好，就是说，counter 他顾这子豪现在也是我们等级分第三位个，正好边厢一也是第三位，所以他们本来其实之间也是好胜负。也是他们好之称前我呼，看是没有在正式比赛上交过手的，但是我估计他们往棋应该下了不少，所以这盘棋很遗憾，所以顾子豪九段呢就是中盘认输了，那么我们稍作休息，过一会儿我们再看另外一盘这个中韩之战，好好吧？的。一会儿回来。也许你无。